掌声鼓励，由蔡孟圭队长代表，第二队是三明西区清洁队。好，来来来来，我们一队一队斑马。好，来来来，我们三明西区稍等一下，我们先恭喜男子区清洁队，再一次给他们掌声，谢谢。恭喜恭喜！接下来是我们三明西区清洁队，由郭静淑队长代表。我们各清洁队对于环境维护呢都非常的用心。接下来恭喜的是大树区清洁队，林居才队长来做代表。耶！恭喜恭喜！非常不简单哦，38区呢来进行考核。来，第四队是我们甲仙区清洁队，由吴贤明队长来领奖，恭喜恭喜！我们也借这个时候呢，来了解各区平时环境的一个情形啊，加强督导的责任，恭喜！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特优区队的奖牌，那么特优区队的奖牌呢，我们也请副市长为我们颁奖，稍等一下，那我们是不是呢要一起大合照的部分？好，来我们先拍我们的优等区队的大合照，好。